常に悔しい思いをしました。その後トレーニングを重ね2戦2勝しました。会長に頼んで今回の中日対抗戦に出場しました。倒れても何回でも立ち上がります。今日のブリンフーのリングで必ず勝って帰ります。在武林风比赛输给了美少女百晶，那么今天她将面对的是同样美丽大方的来自吉林体育院的毛宁。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毛宁，这已经是我第八次来武林风打比赛了。记得第一次上擂台的时候，中日美少女之战现在开打，场上裁判员张铁刚，你的比赛分三局进行，每局两分钟，不允许用头走进攻对方，不允许用膝进攻对方头部，不允许击打后脑和颈部。啊，好。刚才我们场前的张铁刚向双方来介绍啊，我们这个亲击部位有一个裆部、颈部和后脑。阿祖玛的身高要高过毛宁，阿祖玛1米66，毛宁是1米64。这是双方的低距比赛，低距比赛我们看到，这是毛宁最擅长就是侧踹腿。对，他的腿法要好于这个蓝方选手日本的阿祖玛。我印象中阿祖玛的拳法不错，但是毛宁的最擅长的就是远距离的腿。现在双方还都是没有打出来啊！好，这就是毛宁的杀手锏，这是毛宁的杀手锏，标志性动作是，他的高侧的侧踹腿啊，接腿摔，接腿摔，接腿摔是允许的。你看大家看到这腿，毛宁就比较聪明，我不给你拼拳，你有拳我躲，躲完之后你就只要气球就接腿摔，啪就接腿。他这就是一种比赛的一种节奏的变化，战术的变化，对方就不太好防了。全体的左侧点，你看刚才非常好，一击都没有摔开，有点可惜了。现在我们觉得海武说，那他不是擅长腿法，他更多的靠拳要近身。但是你看阿祖玛挺硬的，是吧？现在这阿祖玛呢，主要靠他的先手拳。蓝方选手就是日本阿祖玛，毛宁的防守不错。其实这场比赛啊，是阿祖玛第二次来中国比赛，但第一场是今年的。又是一腿。毛宁今天打得很巧，是吧？一直没有让阿祖玛进入自己的这个杀伤范围之内，是吧？一直压着他了，不错。是这场比赛是阿祖玛，第二次来中国，他应该是在2009年1月17日。和那个百姓进攻上比赛，但这场比赛实际比那场比赛打得要有进步。对，进步在哪里呢？运动派打得沉稳，没那么花哨动作，而且他的拳法有很大的进步。好，第一局结束，不错不错，美少女之战第一局给我们带来的感觉真的不一样。好，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的局间是没有广告的，马上就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么通过第一局比赛，观众朋友们通过现场，你看这是毛宁，毛宁这个第一局比赛打完之后，你看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是毛宁标志性动作，招牌动作。对，这但是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双方的特点非常鲜明，这是前一杆的弯子的名字，前一杆的弯子的拳法非常好，那这个你看主要是前有拳，大家看到了，这应该是，哎，这就是毛宁的这一次重击，但是阿祖玛的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强，你看现在没事儿。而这个在第一比赛当中，红方选手那个毛宁呢，他的进攻特点主要依靠他的腿法，通过我们慢放观众们看得非常清楚，他主要的高位的侧踹腿。好，第二局比赛即将开始，这是由日本选手阿祖玛迎战来自中国吉林体育院的毛宁。所以这场比赛比较好看在哪儿？一个是美少女，再一点就是双方的技术特点非常强，一个靠就是近战靠拳，另外一个靠中远距离作战靠腿法，看是不是？你看日本选手啊，现在看腾空动作比较多，这就是中国的一个典型的动作，就是接嘴帅，而日方选手这个动作倒是不会。
现在毛宁要加强这个自己头部的防护，就是看队友们千手拳上来之后怎么防。另外要靠腿，你的腿法非常好，一个靠踢边车转，再一个还有正蹬，腿法更丰富一点。阿祖玛一直采用这个攻势打法，一直是前进，但是毛宁是以退为进，伺机反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毛宁在前场比赛当中打的是52公斤，而我们今年是不是56？对，双方的体能都在这儿，但是从力量来看，这个日本选手阿祖玛的力量要比毛宁要大，尤其是上肢力量。不错，你看第二局一开始，现在看呢。阿祖玛的体能啊出现了一些问题了，是吧？腿有点软，现在这大毛巾能不能顶住了。但是我们看今天这个不光是毛巾，包括第一场的修复定位，在今天比赛当中啊，我们觉得还要紧，现在看毛巾在第二个，现在体能开始下降，体重开始下降了，他的体能一下降出现的力量不够，反应有点慢。好，你看现在看这个日本选手啊，腾空动作很多。通过今天比赛，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的体能确实非常好。对，这是他那种优势。好了，这是第二局，稍后还有第三局精彩的比赛。你看，现在一共分三局进行。第二局。观众朋友们，今天收看的是河南卫视，这里是由华龙面冠名直播的武林风第三季中日对抗赛，这是第二场比赛美少女之战，日本选手是阿祖玛，中方代表队来自吉林体院毛宁，这是第三局。比赛开始前，还是告诉大家武林风的活动信息。那么激情八月，武林风将走进江苏邳州，为您奉献精彩的中外明星赛事。同时8月2日，武林风复兴大擂台将走进中华英雄王宏强的故乡山东嘉祥，在这里要感谢山东红太阳酒业对本次活动给予大力支持。第三局开始了，我们看看双方第三局比赛。哎，一开场我们看到毛宁就是他的这个标准的招牌动作，现在看看第三局比赛，明显这个阿祖玛加强了一个直拳的进攻。阿祖玛这次来比第一次进步了好多，主要是他的上肢力量，直拳应该比上肢要大。现在阿祖玛才不走，但是呢，毛宁刚才这等会儿这一下，最好是那个膝顶开，刚才接腿的时候顶了一下。好，我们来导播看一下刚才这个慢放，红方被压点，那么要失去两分，对，日本的还阿祖玛就得了两分了。阿祖玛这次来。状态跟前次跟真的不一样啊！接腿的这个半摔，接着又啪，半截腿直腿就打。但从双方打到现在看来，阿祖玛的力量要好于这毛宁，而且体能非常充沛。不错，还有40秒。毛宁现在的体力出现了一些问题，一直没有出现有效的进攻。现在我觉得毛宁应该加强了，接腿走了。他应该加强自己的车踹腿正蹬，一个特点现在没有了，就是显得被动。在对方冲做出击的时候，就准备做下面，我要正蹬一下，空档距离还行。倒计时。用腿打，控制一下，都有希望。好，时间到。刚刚结束的是武林风第三届中日对抗赛的中日美少女之战，是由阿祖玛迎战毛宁。那么特别是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对毛宁的技术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阿祖玛越战越勇，那么日方选手充沛的体力相信也是今天晚上中国选手将面对的最大的难题。那么首先我们有请裁判长宣布第二场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0，二号裁判24-20，三号裁判23-18，比赛结果红方胜，红方毛宁获胜。毛宁在前两局的大比分的优势奠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有请北京亚细亚体育文化交流中心总经理顾炎文先生为获胜方毛宁颁发奖杯。获胜毛宁将获得东方健药业提供的手机一部。